然后还有一点点小技巧。嗯，哎，有点小心机，非常棒。那最近刚刚拍完跟那个赵薇导演合作的《听见他说完美女孩》，那拍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啊，或者有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嗯，他这个戏压力爆炸大，因为这是一个很。